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主机交易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在 Steam 新品节上放出了试玩 demo 的一款回合制战术游戏啊，名字叫做《战绿二》啊。这款游戏的一代曾经登陆过 Steam、Switch 等平台啊，是一款蛮有意思的这个战棋游戏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试玩一下它的二代啊。这个二代游戏在这个一代的基础上添加了全新的故事线、前卫的节奏等，你可以在战场上一一尝试，根据你的选择来实现通往胜利的道路。我们今天一起来试玩一下啊。但是它这个好像试玩版没有开放这个故事模式啊，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征服模式和这个多人模式啊。欢迎来到征服模式啊。在奥兰尼亚和平无事的这段时间里，大陆上的国家齐聚一堂，决定在征服游戏中一较高下。征服模式是战绿二推出的哦，这是哇，这个是全新的 roguelike 模式啊。选择一个指挥官，然后踏上你的征程，路上会遇到一系列简短的战斗，还有众多未知的神秘事件，组建一支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大军，装备拥有特殊能力的强力道具。如果指挥官阵亡游戏哦 ，OK， 新模式啊，我们来玩一玩，有意思。战旗也能这个肉鸽啊，拉古拿等等，想要参加征服大赛吗？你得先通过体能测试。走近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个吗？哦，我要先选中它是吧？来，哇哦，那是个喷火器嘛，快让我仔细瞧瞧。哎，这开始战斗了是吗？攻击我们的这个小伙子试试，最好把他烤得外酥里嫩。怎么这么狠啊你啊？然后我们来攻击他，攻击。纳迪亚，绝了！哎，这就赢了是吗？回合二啊，这个人是一代的角色。这是小伙子的家人啊，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干嘛？他们要攻击我是吧？哇！哇、哦，上来这么多人，烧！果然是来报仇的呀，又挨打了，难受啊！好在你是个指挥官啊，指挥官的身板是要比普通单位硬很多的。OK， 又到了我了吧？但我要一个人打两个怎么办啊？你看起来已经充满了能量，给我展示你的战绿吧！点击你自己，然后选择菜单上的狂热火焰就好了。狂热火焰，哇！然后呢 ？You've got me all fired up！ 哇，这是攻击周围啊，这么帅，好恐怖哦！好恐怖，恭喜你过关，孩子。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要给你啊，如果路上看到什么陌生的东西，一定记得点击查看地形资讯啊。使用地形资讯或者界面来查看角落里的那几个家伙或者屋子里的任意东西。在这儿转够了之后，移动到这个高亮的这个地图格以继续征程。拜拜，失败者！啊，他说谁呢？点击一下地形资讯。负机动性的强力地面单位，攻击离开始位置，攻击离开始位置六格以外目标时，会发动暴击。我的妈，这么强吗？这个嘞，移动到高亮地格，来吧，可以结束了。这是个教程啊。哦，爬塔是吧？可以啊，开始。啊，征服大赛马上开始了，今年都有哪些人参加呢？嗯，我们可以选择指挥官啊，看一下凯撒，他的技能是鼓舞士气啊，你的工兵单位造成两倍的伤害，有暴击加成时造成 2.35 倍的伤害，但无法在同一回合进行移动和攻击啊。迅捷指挥官移动力，这个好像可以啊，他是个治疗，来个治疗啊，就你了 ，Helen Aura， 我的宝贝女儿，时光飞逝啊！
选择阵型，枪兵小队、士兵和骑兵。啊，战犬、枪兵，我们来个这个吧，兵法师，还有这个奖励资金100，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士兵啊，别忘了。这里的啊，这里的死亡是永久性的。哦，害怕，我要上路了，祝各位好运。大家都在了，那我宣布波兰奥兰尼亚的首届年度征服大赛现在开始了，我们出发吧。哦，直接就跑了。来战斗啊，与敌方部队展开战斗。哪个是敌方部队啊？这是敌方吧。行动较慢，但战斗力更强，仅临接其他枪兵时会发动暴击。OK， 我们来个法师哦，可以让他移动到，哎呦，等会儿啊，这个是法师吧？法师对空能力极高啊，防御力在3点或者以上时会发动暴击啊，这是个回血的法师呀，我以为你是个那个呢，我以为你是个黑魔法师呢。这是工兵，能在同一回合内移动及远距离攻击。OK， 来吧，我们先让他来攻击吧。能打到这个吗？这只有56啊。哎，等会儿，好，过来攻击他，来吧。呜，哎呦，没打死呀，这个感觉可以过来攻击他，来吧，上！哎呦，你们这攻击力是不是有点……卧槽，你们这攻击力是不是有点太低了，大哥？来，指挥官，给我上，展示你的实力哦，可以。来，法师，给他来回个血。啊，这回复怎么还要300点啊？这个还要300块钱，那你有啥用啊，大哥？天哪！回合一，来吧！哎呀，敌人要攻击了，坏，感觉要完，哟，要完啊！这法师也要完。哎，这法师不是能攻击吗？啊，那他这个攻击是怎么算的呀？哦，可以攻击呀，他。那我上一个回合为啥没攻击啊？来吧。而且我法师为什么要贴脸打呀？真的是不太懂。呀，他还差一点点儿，来吧，工兵过去射他，射他，带走。好，第一关结束。这个胜利之后给啥呀？一回两回合 ，OK。啊，不给奖励吗，大哥？哦，这有购买道具来升级，看看啊。哥哥，到我们现在有多少？250块钱。我操，我们才200多，单位造成3倍伤害，受到来自远程单位的伤害减少50%。来个这个吧，100块钱。我们钱太少了，得点击任意地图，按下退出按钮。OK， 好的，继续爬。这里是治疗，可惜治疗我回不去了呀，只能继续这个打了。敌方的人嘞？这个敌方的角色在哪儿啊？哦，卧槽，他这个还有战争迷雾啊，大哥。哎呦，我那个兵种死了就是彻底没了。天哪，难受啊。看看敌人在哪儿啊。这都看不到敌人在哪儿，因为他有战争迷雾。哦，来了。哦，出来了，可以。看一下，
法师到这儿。哎，他这个法师为什么是个近战呀，大哥？这感觉有点奇怪啊。他好像隔着远了是没法攻击，只能贴着脸打。嗯，过来打打他。哎，算了，等会儿我用他先来打。如果打不死的话，我们用法师再来补一下。打死，好，哎，可以。然后这面我们可以让射手过来打，来，射手过来打他。好，哎呦，还剩了两个，你这两个剩着难受啊，大哥。感觉打不了，算了，先让他躲在后边吧。他这个法师居然是个近战，万万没想到啊！哎呦，坏了。他这是要近战打我的射手啊。嗯，想想啊，嗯，这是个枪兵，行动较慢，战斗力更强，防御力，我这个防御力是几格呀？他是不是有技能呀？他好像没技能吗？感觉应该把这个先给他干掉，把这个先给他干掉。Brace yourself.来，带走。好的。然后我们的射手来攻击，来吧。上，好。哎，还剩一点点，然后我们让这个法师过去，直接带走。我真的万万没想到你们这个法师会是个近战。哎，胜利，可以。啊，还有啊，还有敌人吗？治疗之光，哦，这个可以哦。来吧，给我们的队友治疗一下。Healing aura. Healing aura. 哎呦，这关键是其他敌人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呀。我们还是躲在这儿吧，不要动，好不好？结束回合，让他们过来主动找我们，不要贸然出动这种。战争迷雾，你如果贸然往外跑，就很危险啊！啊，还有这一个是吧？这是个基本步兵部队，占领建筑物时会大派用场，临接指挥官时会发动暴击。那你应该没有指挥官吧？我直接干掉你呗！来，射手上！哎，我们的射手的血补满了啊！哎，直接就带走了啊！胜利，可以啊！嗯，奥秘。丰厚的奖励也可以回血，我们血已经回了啊，我们直接奥秘吧。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听着旅行者们，这笔交易不做，你们要后悔一辈子啊！100金币换一个携带力量之物的冒险者，怎么样？买，看看给我们什么冒险者？哎，冒险者呢，大哥？他给我了吗？刚刚？哦，给了好像。这是他刚给我的。单位哦，他有这个神秘之物杰奎琳之斧，单位造成的伤害翻倍。哦，牛逼啊！对面怎么还有只狗啊？高速部队，战犬，你这感觉有点搞笑的。想想，先让射手过去攻击，把这个给干掉吧。炸！哎呦，还剩一个，你这剩的这一个让我有点难受啊！来干他！哦，这法师，来，我们来靠着我们的这个啊，好，大家团结起来，回合一，哎呦，哎呦，我操，打我的射手，妈的，不要啊！完了，这个射手其实还挺强的，还可以近战。哎呦，坏了，法师要死了！妈呀，感觉要死绝了！坏了，坏了，坏了呀！射手。
射手来打他吧，远程的打。然后这个我们让他来打他，把他给带走。好的。嗯，然后这个还剩多少血啊？哎呦，这个打他的话13%，33%，哎呦，我们就要尬了。我们往上走一走啊，跑一跑，然后让他去打这个吧，直接带走他。那我感觉我们可能又得死一个单位，对吧？这骑兵完了，弓箭手没了，弓箭手没了呀！哎呦，难受！来打他 ！I won't fail. I won't fail. Wow. 哦，还差一点儿。来吧，让我们的这个过来打他，带走他。嘿嘿，带走。我得需要去找个那个休息的地方啊，有篝火。哎呦，好像篝火我还上不去，这是什么？与精英敌人。我操，我他妈现在需要休息，你给我来个精英敌人。哇，这还有新的征召。感觉这个模式好难啊，因为我们单位就是一次性的，死了就死了。我操，大哥有没有搞错啊？你让我三个单位跟这一群人打，我也是日了狗了，这我怎么打呀，大哥？我这三个单位怎么跟人家这群精英部队打？那就是说，哦呦，他还会召唤。坏了，上，带走。还好我的指挥官比较强。完了，又打我的指挥官，指挥官疯狂挨打，带走。哎呦，没杀掉。坏了，我操，这怎么还骑着鸵鸟啊？哦，有点猛。哦，我好像可以用战绿了，太好了，我可以用我的战绿给大家回血了。治疗之光。I'm here to help. Healing aura. Healing aura. 好，那他就不能动了，应该啊。这个如果打他呢，这才58%。哦，可以把他给干掉，好像。来吧，带走。哦，带走了。OK。这个的话，我们好像可以上去打他。哎，可以把他给带走。来，直接攻击带走。哎嘿嘿。打了人家对面三个单位，看看能不能赢啊！给点力啊，大哥！我操，又召唤这家伙，我感觉我应该先把那个召唤的给他带走，是吧？我操，坏了，完了！我的法师只剩一滴血了，太危险了！这我能过河吗？我把这个给他干掉呗，把这个叫什么？指挥官啊，迷你指挥官，对空能力极强的强力部队，防御力在3点，他能够召唤一个能够立刻行动的。我操，你这个真的有点过分啊，必须把他给带走。哎呦，好像杀不了他，坏了，好像还带不走，带走。哎呦，完了，这他妈还带不走，能把他带走吗？哦，可以带走他。好，来，我带走他。哦吼！哎呦，可惜我现在啊，恢复这100生命，来吧。哦，这个奖励我他妈选了个回血的，是吧？完了，亏了。可以在这召唤单位啊，看看可以选什么。结束后你可以，嗯，我们现在有多少钱啊？等会儿我先看一下，我们现在有450的话，那召唤这个吧，看一下，再召唤一个啊，250，征召一下，啊，来吧，没钱了，没钱了呀。又是战斗，而且这里好像还有战争迷雾。
可以啊，这回合我们有五个部队了，爽。来往前走，看一下这，哎呦，这里有个怪。这个是我那个有斧头的吗？这个不是，我那个有斧头的在这儿。想想，过来干他。哎呦，杀不掉呀，好像杀不掉。对面这个战犬好像还挺强，我操，还反击了我一半的血，直接带走他。啊，带走。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这游戏里的法师是个近战，这一点我是万万没有想通。那好像没敌人啊，那剩下的敌人在哪儿？那可能在下边。哦呦，在上边，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呦，坏，打了我们好多血啊，危险！危险啊！这个是指挥官吗？这个不是。这个我感觉我们可以干掉他。这个如果打这个，哎呦，好像杀不了。但是可以把这个给杀了。来吧，过来把他给杀了。强的我们就用指挥官来杀。这个，哎，可以用指挥官来打他。哎呦，指挥官好像也杀不了他呀，这个家伙这么猛吗？啊，你这个骑兵这么猛，上，坏，挨了一下打，这次应该能干掉了吧？啊，可以，直接带走。哦吼，这个有力的是法师。那可以用法师来打他呗。哎呦，但是我的法师好像会死掉。这个来打他，我的士兵也会死，这他妈怎么搞啊？那我们都跑吧，好不好？哼，都跑走，打不过人家没办法，只能跑。这你妈也太强了。好的，58，13%，哎呦，好像打不赢啊。福利的指挥官打他好像可以直接干掉他。这个过来好像也打不了，打他呢，这个可以直接把他给干掉。来吧，让他过来把他给干掉。好的，带走。这个打他的话，哎呀，这个打他我们会死啊。打不到。看一下。哎呀，这我打不死他怎么办？这指挥官打这个骑兵怎么这么弱啊？还好他也打不太动我们。可以带走他了。我好像可以回血了。看一下。不行，我这回合的行动力已经用完了。我的战略没用上。刚刚应该给我的部队都回个血的。哎呦，好，胜利了。哎呀，不容易啊。这爬塔感觉真的有点难哦。购买到，来吧，先来治疗一下我们的部队，回点血啊。疲惫的旅人啊，能否让我为你唱一段疗愈的歌？指挥官，回复所有单位吧。指挥官好像也没掉多少血，我们现在有多少血了？这个东西是啥呀？这好像装饰品。问号，神秘事件。你是来复制部队的吗？冒险试试，50%。只需要把一个单位放进圆圈里，我就会帮你复制。道具也会复制啊，这么猛？那肯定选你啊！你身上带着神秘道具，但如果失败的话会怎么样？我操，好像失败了。不是啊，
大哥，失败的话，我原来的单位就直接没了呀！你妈，你这坑货！布拉什受到了猎物的味道，击败敌方的骑士。哎呦，有点难哦。我看一下他们现在有多少血啊？我是不是可以先把战绿给用了呀？果然他们的血好像都没恢复。来吧，先治疗。None shall fall while I still stand. Healing aura. 我感觉我不应该往前，我让他们过来找我们，我们别往前走，好吧？让对面过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先手发动攻击。哦，你过来了是吧？看一下啊。啊，不利，有利，狗，法师，哦，指挥官打他好像会不利，枪兵，看一下我们有枪兵啊，哎呦，但是枪兵好像走不过去呀。OK， 这样你过来，再走，哎呦，还差一点。他打我们的指挥官好像用这个会有衰减啊，哎呦，他这个站位我他妈打不到人啊。这个如果打这，我看一下这个呢，嗯，枪兵或者指挥官，哎呦，我这几个家伙好像都不太好，都不太好动啊。继续让他们在这等待好不好，结束回合，让他们继续往这儿走。我不能先往那儿走啊，我走不过去，然后就很容易进入别人的攻击范围内。坏，法师要完，完了，法师我就知道你要完，带走。好的。哎呦，这怪物小怪也要坑我，坑我两口。这指挥官别死了呀，好担心哦。完了，法师要死，法师呀，你要亡啊，难受。枪兵好像可以来打他，哎呦，但是人家的血好像很高啊，带不走啊。你看这才打了人家多少啊。这个如果打他呢，20%、10%，这个可以，好像可以先把他给干掉，先把小怪给干了。好，我的这个回血的技能，这个战率好像还没有冷却完啊。这打他的话不太安全啊，感觉。试试，哎呦。我操！麻了，感觉要亡，感觉要亡啊！坏了，坏了，指挥官要挂了。指挥官，你走好。哎呦，指挥官居然没死啊！哎呦，坏了，射手远程打我，完了，这离死也不远了呀！你这指挥官跟死。离死也不远了呀，不管打谁好像都要死。坏了，你看他干不动人家了，完了，坏了，我的枪兵只有一个人了，你怎么打呀？哎，完了，这个无尽之路就到此结束了。这个肉鸽模式有点难哦。坏了，指挥官，拜拜了，塞维纳拉。I'm sorry， 别 sorry 了，死了就死了呗，完了，拜拜。哎呦，这是闯了多少关啊？感谢支持啊！我们现在大家领先、抢先一溃这个征服模式，战略二将包括6个阵营、22位指挥官、3个故事，让人意想不到，5种全新单位。全新的肉鸽模式、本地和在线多人模式、地图以及自定义，
嗯，好像不错哈。OK 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游戏试玩就给大家试玩到这儿啊。今天给大家试玩这个游戏是这个《战绿二》啊，游戏会登录这个 PC 和 Switch 平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 Steam 上下载一下这个试玩 Demo 啊。这里是主机交易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啊。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欢迎评论、收藏、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